北加州全福会举办的《爱的礼物》圣诞福音餐会将于12月23号星期天下午5点半在状元楼举行。会中有感人的生命故事、真实的神迹见证和精彩的抽奖活动，欢迎各个教会的兄弟姐妹，邀请慕道朋友一起来享受温馨的圣诞，领受这一份爱的礼物。凭票入场，欢迎自由奉献，每位票价15元。购票请拨打电话510-709-8816或510-676-6007或408-421-4979或408-768-0528。12月24号晚上6点及8点，在矽谷生命河灵粮堂新建大厅举行2场圣诞的约定圣诞夜崇拜。节目有诗班歌大合唱、舞蹈、话剧、信息和点燃蜡烛等活动，邀请您全家一同来共度温馨圣诞夜。来宾请提早停车在3400号 Leonard Court 的 Santa Clara Tech Park 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到会场。接驳车服务时间从下午5点起到晚上11点。若是您不能来现场，也请在8点钟上网 uchannel.tv.us 收看优视频道现场直播。第20届耶诞佳节梦幻赏灯秀 Fantasy of Lights 即日起到21号再度在 Los Gatos 的 Vasona Park 县公园闪亮登场。这场赏心悦目的盛宴将让您在自己舒适温暖的车座中穿越1.5英里路程，欣赏由成千上万盏闪烁灯泡所制作出来的超大型动物和各种缤纷绚烂的佳节灯饰。活动必须预先购票，12人以下每车20元。购票及活动详情请上网 parkhere.org 查询。圣诞佳节在公园 Christmas in the Park是一个有超过30年历史的传统庆祝活动，曾被票选为世界上10大必去的圣诞节活动之一。在 Plaza de César Chávez 公园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现场还有摩天轮、小火车搭乘和许多圣诞装饰等，晚间更有音乐表演、圣诞老人和许多有趣的活动。欢迎您带着家人朋友来体验一个不同的圣诞佳节。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将由明年1月5号起到4月6号，在每个星期六下午1点半提供家连家免费教育课程。这是一个12堂专门为患者家属和照看者精心设计的专业教育课程，内容包括精神疾病的认识、脑部的基本知识和脑异常的原因及问题解决、医药纵览、自我照顾等课题。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详情请上网 namichinese.org 查询。为扩大服务湾区观众，优视频道从即日起除现有的1.9号数位电视频道以外，也在第16.9号数码频道7天24小时为您播出优质节目。掌握优视频道，共创优视文化。